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兄弟呀，论到神的赏赐，我唔爱恁唔知，恁知恁做外邦人的时，受迷惑去就近未讲话的偶像，出在伊引诱，所以我予恁知，予上帝的神感动来讲的，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，那唔是予圣神感动的，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但文书有分别，那是神是上一个；积分有分别，那是主是上一个；功用有分别，那是上帝上一个；施行万事伫众人中个，那是圣神的显明，是赏赐达人，要利益众人。因为有的对神用智慧的话予伊，有的照这个神用财物的话予伊。各有人伫这个神用神予伊，有的伫这个神用伊边的文书予伊。第十节，有的予伊会行各样的关联，有的予伊做先知，有的予伊会分别这个神。各有的予伊会讲各样的言语，有的予伊会翻译各样的言语，这些拢是上一个神所施行的。照伊所爱的，随样分予达人。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，也有侪侪体，各身躯的体虽然侪，拢是一个身躯。基督也是安尼，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，也是希利尼，做奴才的，也是自由的，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，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拢总捌啉一个神。因为身躯不是一体，是侪侪体。耶稣卡那讲，我因为不是手，我无属身躯。伊不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。耶稣耳那讲，我因为不是目睭，我无属伫身躯。伊不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。耶稣同身躯是目睭，对打的话听。那拢是耳啊，对打的画片，那是上帝照伊的所爱，将这一体随意安排伫身躯。那把体拢像一款，就身躯伫打了。第二十节，总是打体是最最，也身躯是一个。目睭未话对手讲，我无欠用你；头壳也未话对脚讲，我无欠用恁。唔那安尼，身躯才会体，看做较软正个，佮较袂无滴。佮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个体，咱就装它予因较尊贵，也较无文雅个，咱予因佮较文雅。因为咱文雅个体无所欠缺，独独上帝调和身躯，伫有欠缺个，一发予伊尊贵，免得身躯无三合。是要予百体平平三贯顾，那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阳光，百体同快乐。恁遮个是基督的身躯，虽也是罪体。上帝所设的教会个，一是使徒，二是先知，三是教师，各有行关联个，各有医病个文书，帮赞个，治理个。讲各样的言语的，正人兼拢是师徒嘛，拢是先知嘛，拢是教师嘛，拢行关联嘛。第三十节，拢有医病的文书嘛，拢会讲各样的言语嘛，拢会欢迎嘛。恁着切切羡慕遐较大的文书，我用第一号的路煞指示恁。